要減肥啊！煮好啦！得菜咋？減肥啊嘛！又話減肥？兩塊咋？雪糕？唔食糕都有邊有力減肥啫？講咩嚟？一個動作咧係最 hit 嘅，網上做十分鐘就等於減咗十分一磅㗎，辛苦咧！真係減唔到肥啊！跑步啦！好熱啊！快啲攞條毛巾嚟，你快啲！你熱身未啊？使得出去未啊？而家出㗎啦！呢啲系负重运动，你识条铁咩 ？B， 我又肥咗啦！菜都冇啊！减肥绝对唔系一个样事嚟噶，你会支持我个可？嗱，嚟啊！